个仙女泡泡的感觉。好的，那请问今天要带来什么？表演的歌曲是什么呢？品冠的我以为。品冠的我以为，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是我朋友的一个故事，然后我觉得他的故事让我想到这首歌这样。哇，真是！等一下，我们就要听一下到底都有故事。你的后面的粉丝团都已经预备好了。后面还有看板，大家请。来，粉丝团可以尖叫一下吗？粉丝团，粉丝团来点尖叫一下吧。那我们一起来欣赏新人带来的《我以为》。
很像历经沧桑很多故事。你是要唱歌？你刚刚有唱龙虎吗？还是你刚刚眼睛已经闭住了？你一闭，然后我刚刚看他眼睛有那个泪水在打，我想说我好像是在讲他，他然后就直接哭给我看。哇，那这样讲就难收拾了。赶快先请评审老师讲评一下。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慧珠老师帮我们讲评。好，哎，你的卡拉是自己录的，是吗？你的吉他的 backing， 就是音乐的答案是自己录的吗？是 YouTube 的创造。哦，有这个版本。好，然后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建议你会可以直接找一个同学会弹吉他的朋友。因为我同学不会弹吉他。超过了。编系的也可以，可以吗？编系。好，然后就是如果直接来的话，第一个就是其实你的声音细节是有的，可是如果你直接现场做录吉他的一起演出的话，它会帮助你更多，就是你起来的时候它会跟着你起来，可是它的音乐是平的，你懂？所以这个就是它没有办法把你摆弄出来的能力发挥出来。然后再来就是，虽然我也很喜欢闭眼睛，可是还是可以看一下观众。对，然后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音乐的问题，所以就变成你起伏做的每一个段落是很明显，就是这一段是副歌，这一段是主歌，那就会有一点点可惜。之后起伏可以注意一下，就是每一个句子之间都可以做小小的变化，就是。不要是段落去做而已，可能一个句子里面就会有大小声跟它的技巧在里面。对，大小声是很好。对，其实我补充一下，我觉得其实前面很细腻，我觉得很想要听你把整首歌唱完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想要一个说故事的感觉，但因为每一段刚刚老师讲，每一段的那个音乐没有太多起伏的时候。你的声音就很重要，那你就要有一些变化，你可能要有更大声，因为我一直在等你歇斯底里的时候，但是没有，你都太平淡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每一段都可以有一些变化，不一定是就一整段，是每一句之间，你可以不同的唱法，不一定要像原曲那样的旋律，你可以自己改编，对，但我觉得你的音准啊，然后尾音啊，细节啊，都是有的，觉得很棒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哇，新人以后唱歌要记得多睁开眼睛看看大家啦，成人帮你鼓励耶，要看他们一下啦。那你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妹妹，以后一定可以更厉害的。那我们谢谢新人带来的表演。好的，希望老师休息。